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曝光了一则全红婵为跳水比赛颁奖的画面。作为颁奖嘉宾的婵宝宝表现得比选手还激动，新奇的老干部画风引来一众人围观。视频中，全红婵在给选手戴上奖牌后，双手抓起对方的右手紧紧握了起来，则不少人调侃这是直接把人家的手拖出来握呀，她比得奖人还激动。更有网友畅想未来，直言婵宝宝说不准以后是国际评委。自东京奥运会夺冠后，全红婵光速走红于网络，网友们对这个励志的小妹妹越看越爱，以至于婵宝宝一度成为了拍照打卡的景点，甚至一众领导都争相和妹妹合影。此外，写签名照更是成了她的作业。如今全红婵荣升为嘉宾给选手颁奖，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